贤王此次登门九灵堂，我看是别有深意啊。你才发现啊！贤王能亲自前来，这一来呢，能说明九灵的医术高明，就连皇亲国戚都看中。这二来，要是九灵让贤王高兴了，说不定可以求他去帮忙看看世子爷啊，总比求陆云奇好吧？你都能想到，我估计君小姐早已经想到了。君小姐还真是福星高照。 每次遇到难处，就总有贵人相助。他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贵人。走吧，干活去。来，我先来一个。来，来，来，我先来一个。嗯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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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否则楚让对他就会像对我父皇一样不惜手足相残。从前勤学苦读胸怀大志的十二皇叔，如今却只能假扮一个废人，这也是九荣的将来。君大夫，都看完了？是，王妃身体康健，王爷福泽深厚，我多带了一些补养调理的药，用法已经写好了。哎，君大夫就是有心人啊，那本王谢谢君小姐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倒是民女该好好谢谢王爷。谢我？为何谢我呀？对啊，先下去吧，先下去啊，先下去，先下去，听话。说吧，民女斗胆猜测，王爷亲自登门九灵堂，是受成国公世子所托吧？胡说！本王做事还要听别人的指挥吗？请你到府上诊治，是因为对你的医名早有耳闻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在诏狱，也托付不了我什么了。不管是不是受他所托，王爷在此时找我看病，符合民意，不符合圣意。所以九灵感激王爷，真心相待，诚心相助。没想到啊，朱赞这个小子虎头虎脑的，认识的人倒挺聪明。你能一下子明白我的用意，行。不过本王帮你，那也是应当应分的。你治好了怀王的病，功劳甚大呀。
本王是从心里感激你。怀王自小身体弱呀，这以后啊，少不了让君大夫多费心了。原来除了朱赞，十二皇叔也仍在意我们姐弟。感谢王爷信任，只是民女以后恐怕不能再受您所托了。这又是何意啊？我准备离开京城。离开？之前那么难你都走过来了。有句话叫否极泰来，君大夫神医的名声如今是人人皆知啊，这以后啊一定会很顺的。不用怕，不说别人了啊，你看本王一家老小啊，以后还要仰仗君大夫呢。要是谁敢欺负君小姐，本王第一个不依。多谢王爷宽慰，只是我不是怕，是必须要走。说你今天怎么送我一大箱子药呢？合着你是来跟我告别的？王爷放心，九灵肯定会回来，但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。九灵恳请王爷一定设法保住世子性命。这个事儿我管不太好吧？如果是陆云奇来管的话，王爷肯来九灵堂已经足够惹眼，若此时再去找陆云奇，一定会引来陛下猜忌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您一定不可出面。您来找我的真实用意我懂。宝堂三兵，君小姐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我们去救二哥。武德司竟然对他用了重刑。什么？刑杖！这帮畜生竟然对二弟用刑杖！我要杀了他们！你们这样能进去吗？进不去也得进，闯也得闯进去，大不了跟他们拼了。哎，慢着！武德司戒备森严，你们现在过去无异于以卵击石。他已经在里面了，我万不可能让你们再有事。那怎么办？二哥还在里面受刑呢。我去找陆云奇。那你有把握吗？等我消息。咱们去找云霄阁的人吧。你来了。你知道我会来对吗？既然来了，不如坐下说。他是成国公世子，你不加审问就滥用私刑，恐怕不好交代吧？你觉得我会在意吗？我要见他，我要给他用药。你这么惦记别的男人，我会不高兴的。但你来了就好。所以不管我的目的，不管我的悲喜，只要我来了，只要我在你的掌控之中，你就得偿所愿，对吗？那我再告诉你一遍，陆云奇，我不是九灵公主，你要的不过是她的替代品，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不会明白的。皇城之子一死，你以为陛下真的会要世子的命吗？如果世子死了，成国公会做出如何异样的举动？陛下会怎么想你们？你有想过吗？所以保住世子的性命，根本不是迎合皇大人的心，而是圣心。如果这些你都不在乎，那我离开京城，你对我做什么都会方便些。你离开京城？对，这就是我要跟你谈的条件。你保住世子性命，我离开京城。立刻走。带他去赵玉。是大人。
这槟榔又该补货了。杀虫消积，行气利水，是上等的好药材。快去吧。想什么呢？啊，我在想啊，医馆被陆云奇这么一闹，还真就开不下去了。且不说全天下，京城这么多人，他还能让他们都不来咱九灵堂？也是。啊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九灵呢？他去武德寺了，不让我跟着。是贤王派人送他去的。小姐出了贤王府，自己去的。自己去的？他难道没跟贤王提起来要去看世子爷的事情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就让我在贤王府门口候着。他这个时候去找陆云奇，是不是疯了？对了，小姐还让我回来收拾行李，好像是要出远门。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吗？把人带走，我不进。是陆云奇让我来给你治病的。怎么，还怕我们越狱啊？走。属下不懂，真的让他走吗？这普天之下，何处不是我武德寺的人？只要他还活着，就逃不出我的手心。君小姐离开京城，大人掌控他就更容易了。我知道你这样是因为我，你怕我救了黄子清，受天下人唾骂，但你不该这样，你不该这样鲁莽，不该这样冒险。你有没有想过陈国公？有没有想过北地的百姓？万一牵涉其中，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？刚才我吼你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受到牵连，皇城一定会报复我身边的人。我找过陆云奇了，给你治完伤我就离京。你跟陆云奇做了交易，
我哪有什么筹码跟他做交易啊？你离开京城，他保我性命。救你，你不能信他，不行。再说，主子，听我说，你务必在这里保住性命，不可以出任何事情。只要你在里面还活着，我们出去就可以有一线生机。不管是为了我，还是为陈国公。云大夫，药上好了，你该走兄，这外面多好的天气啊，你真应该去御花园走走。嗯，我哪有你那么闲？皇兄此言差矣啊，臣弟知道皇兄每天忙于国事，可正因为如此啊，更应该忙里偷闲，让自己放松放松，才更有精神批奏折嘛。哼，你有何事啊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想必你的银钱又快花光了吧？还是皇兄知我，臣弟的银钱那是一直都不够花呀。不过这次来吧，倒也不全是为了银钱的事儿。那是何事啊？你向来不管要什么物件儿，都爽气得很，什么事让你这么吞吞吐吐的？这个事儿，臣弟确实不太好开口。说吧，无论何事，朕都不会计较的。那我说了啊，请皇兄饶朱赞一命。真没想到，你竟然是第一个给他求情的。他不是还打过你吗？你给他求情，这不成了仇将恩报了啊？我们俩那是不打不相识啊！皇兄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小子吃喝玩乐样样精通啊，臣弟是佩服的紧。臣弟就想啊，要是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，整天陪着臣弟玩乐，岂不妙哉呀？皇兄，你啊，就让他在牢里头吃吃苦头，暂且留他一条小命，让他每天陪着臣弟玩耍。臣弟保证，他以后啊，绝对不会来打扰皇兄，如何？此事你别管了。各中的厉害，你是不知。皇兄，我至于银钱，让元宝回头给你送一些过去。行了，朕还忙着呢。臣弟告退。
你是要逃避什么吧？大小姐，君小姐不是那样的人，肯定是因为有事儿才要回泽州的。再说了，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是该回去看看了。少爷和老夫人肯定会很高兴的。那九灵堂还开吗？这可离不开人啊。反正也无人问津，卖个药而已，离开谁不行啊？没错，九灵堂我不在，以后继续卖药便是。可是小姐，你这一走，京城就只剩锦绣小姐一人，我担心她顾不过来。我可以的，让陈七一起跟你们回泽州吧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没事，有我陪着小姐回去就行了。还是让我一起去吧，你们两个姑娘家的独身上路，我们也不放心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暂时没有回来的打算。所以还是怕了，是不是？我不是怕，只是名医得民心，但很多死于官宦权贵之手。文治被齐闵王烹杀，扁鹊死于秦太医陷害，华佗更是无妄之灾。如今九灵堂声名已起，若我继续留在京城，恐怕陆云奇不会善罢甘休。但与疯子斗，早晚会变成疯子。在他眼下，不知道还要生出多少事。所以以后九灵堂不问诊，继续卖药，这样京城和京城以外的大夫前来拿药，陆云奇就算想找麻烦也不好找，算是以退为进吧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回去准备回城的事儿了。我去帮忙。有劳刘掌柜，辛苦。那我去收拾行李，小姐，去吧。你早就算到这一天了，是不是？说是让我们来京城做掌柜、做账房，其实是你走了之后把九灵堂交给我们。你做事啊，总是比别人多想一些。那你现在还有时间考虑考虑，是不是要继续做九灵堂的账房啊？你都想好了，我还想什么？日后在京城，凡事要多小心。锦绣，以后在京城有任何事情，你不可以逞强。有任何麻烦去找先王，先王值得信任。我也跟程宇说过了，让他多嘱咐德胜昌帮忙盯着些。你记住，在这世上，除了人，没什么不可舍弃的。我知道，做个账房拿钱而已嘛，我犯不着把自己的命搭上，是不是？哎，说起来，我还挺想看看你未来婆婆知道你婚约之后气急败坏的样子。你们何时动身啊？即刻启程。这朱赞如何了呀？打的的确不轻，但无性命之忧。这陆云奇和朱赞几次打打闹闹，趁机挟私报复也是可能的。去告诉他，别把人打死了。是。本来想看看到底谁会给这个朱赞求情，可结果呢？可见事关皇城，都颇感棘手吧？朝上颇有议论，但都不敢发声，怕是都想自保吧。朝臣均是如此。你说朕该是感到高兴呢，还是该感到担忧呢？怎么？你也是如此吗？陛下自有决断。
老奴不敢妄论。我找过陆云奇了，给你治完伤我就离京。你跟陆云奇做了交易？我哪有什么筹码跟他做交易啊？主宰，你听我说，我要你在这里面保护好自己，不可以出任何事情。只要你在里面还活着，我们出去就可以有一线生机。说来也奇怪，都整整一天了，伍德斯的人都没出现过。到现在还没出现，想必是有人替我们拦住了。可是要拦住伍德斯的人，应该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难道是贤王？会不会是世子爷的人？若真是世子爷的话，那他应该是提前就安排好人来保护小姐，他对小姐可真是事无巨细，情深意重。陆云奇收了我的信件，他应是会遵守约定，按照信中说法说服皇城，保住朱赞性命吧。我们快吃吧，吃完继续赶路。吕三兵和张宝堂出手把我们拦住了，定然是他安排的。大人，是否需要加派人手？不急一时，让他去道个别吧，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。是。你让朕放了朱赞？回陛下，经查实，的确是因为金马的闯入才要了我儿的性命，这是个意外。世子也是因为拦截金马才赶到的。不行，那也得让他在诏狱里多吃点苦才行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，老夫丧子是家中的小事，陈国公镇守边陲责任重大，不能因为老夫的家世而受到了影响。现在朝野对这件事情已经是议论纷纷，还是尽快处理妥当为好。嗯，那如此就委屈你了。谢陛下体恤，国事为重，还望陛下应从。这样吧，让他去私募建养马，好好思过，你看如何呀？陛下圣明。祖母，母亲。臣妾遣人先行回来报信了，说再过几日九灵就到泽州地界了。哟，好消息啊，九灵又回来了。那我们得商量一下如何安置他。他之前住的院子收拾一番便好。要不要换个离你近一些的院子？这左右都是方家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这有什么区别？这孩子回来呀，也不知道能住多久。你的心思九灵可知道？
我自然会跟九灵说清楚的，还请祖母母亲不要过分关注，那万一他没有这个心思会住得别扭的。哦对了，我正要向祖母禀报，德胜昌这个月的账目我都已经处理过了，明日我便启程去城外的客栈等他。是不是太早了些？你方才不是说还有几日才到吗？估摸着是还有几日，但计划赶不上变化，那万一他脚程快些提前到了呢？去吧，去接他回来。是祖母。世子爷，您就服个软，这次的确是您胡闹的太过分了。袁公公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不管是遇到马精了还是驴精了，我都不再管闲事儿了。这就对了，以后啊好好说话。他们也没让我说话就打我，放心吧袁公公，我以后一定谨遵陛下教诲。其实这次陛下让你去司母见思过，这已经是开恩了。哦是吗？那就多谢陛下开恩了。所以袁公公，我现在可以去司母见了吗？啊可以。哎打得挺疼的陆大人，没关系，我原谅你，大家来日方长。居然能下床了，君大夫的药这么厉害。撤撤撤撤。少爷累不累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没事，我不累。前面就有客栈了，我们在客栈歇一下吧。高管事，我之前说要去客栈等九灵，那都是哄祖母让祖母安心的，我呀要一路迎去接九灵。一路迎上去啊。是高管事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而今身子已经大好，能骑马会射箭，正好一路迎去让九灵看看。也罢，少爷已然做了决定，那我们迎上去。撤哎撤撤撤撤撤撤。师父，九灵来看你了。我给你带了你以前最爱吃的糕点。这一年，九灵身上发生了很多的事，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，也遇到了很多的苦难，但是，这些都不会难倒我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向楚让讨回公道。你托付给我的泽州隐秘一事，竟然和方家有关。眼下要搜集更多楚让的罪证，希望师父在冥冥之中保佑我吧。师父放心，待九灵大仇得报，定再来看你。
少爷，少爷，这，这，这，少爷，灵儿，少爷，哎，九灵呢？小姐她独自去拜祭君老爷，想来这会儿应该也快到泽州地界了。那是应该的。少爷，你怎能一路跑这么远来接，在城门口等着不就行了？我看呀，少爷是想早点见到君小姐吧。哦，这算起来都一年多没见了。少爷，你这手上拿的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我沿路摘的李子，你们一路上也辛苦了，摘来给你们解解渴。那小姐不在，只能我们独享喽。你拿去吧。哎，你们跟九灵约好在哪儿会合啊？在城郊十里外的驿站。哎呀，我们本来也说在驿站等着他，后来临时决定一路赶过来。是啊，我本打算能和九灵早些会合，可没想到阴差阳错的反而耽搁了时辰。没事，其实也不算耽搁，咱们快马加鞭的走，兴许还能赶在小姐之前到那。对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嗯，行，走吧，出发。母亲，您就吃点东西吧，您都好几日没有吃了。我现在要是吃了，想起他们那几个人恭维那个女人的话，我又要吐出来。母亲，夜夜，哥，哥，母亲为了你和君真真的婚事，都气病了。母亲，母亲有话要问你。不用问了，方才我在外面都问过了，这婚约是假的。这也是他二叔的意思，当时情况危急，这样做是最合适的。真的是假的吗？是。那既然是假的，那什么时候对外宣布啊？具体什么时候还需要我和君小姐商议过后才能定。还要跟他商议？他为了摆脱困境又要拿这个婚约说事儿，意图得到咱们家的庇护。你已经帮了他了，还要跟他商议？母亲，他现在声名赫赫，我又心中状元，就算没有困局，这婚约的旧事定要被他人议论的，总是要把我牵扯其中。所以干脆变为主动，堵住悠悠天下之口，才能落得一个美名。而且婚约的旧事被有心人利用的话，一定会给我安上一个背信弃义的骂名，那我这仕途可就麻烦了。那也是啊。不对，哥，你不会是喜欢君真真吧？啊，哥，你这么聪明，这么厉害，怎么会害怕别人拿你的婚事做文章呢？哥，你说话呀，哥。是，我是喜欢他。哥，我如珍宝一般的儿子，光耀门楣的儿子，竟然喜欢这个贱货。母亲，你对他有所误解，他其实……住口！母亲，梦中的轮廓在你面庞雕琢，眼波里时光交错，难掩的因果，字字容我斟酌，命途多否折树难洒脱。明日何其多，愿将一世交托，共看繁星与山河。许久的承诺，人海两岸相隔，
叹一句奈何余生恋我。辽阔天是你，风是我，终将被路过，风穷追不舍，雨天焦灼。若回忆可以说生生与下落，相见难相逢泪婆娑。将一世交托，共看繁星与山河。许久的沉默，人海两岸相隔，叹一句奈何余生颠簸。辽阔天是你，风是我，宿命是路过，风穷追不舍，雨天焦灼。生如雨漂泊，相逢不相识泪婆娑。